上他们畅谈人生。今天要玩下来，我今天整个是对的。最不喜欢别人问你什么问题？今天你全力以赴，我是很摇滚的，摇完之后就滚。好点好，我都替你兴奋了。与美食相伴。营养呢？太了。谢谢你啊，看见很多东西以后要尝了。深圳，我现在走进来，我第一个感觉非常好。